老公，我有个不好的预感。怎么了？感觉今天又会下雨。这种天下下雨，我把水泥吃了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。把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好，谢谢。太贵重了，还是给你用吧，我怕弄坏了。不花钱，这是我免费领的，你放心用吧。还有这好事？哪里领的？就在我左下角领的，除了有不限量苹果14 Pro Max， 还追加10000台华为 Mate 5 Pro 给支持国货的粉丝们，都是一体的超大内存，一人一份，包邮到家。这多少钱？真的吗？快教我怎么领。就点我左下角通道，再点底部下载，上线后手续还有空，配合开局送的极品神装加持，新人一部加速升级，手机先送拿。你看，我又领了台苹果手机，也发货了。我接着就下一个。老公，怎么真的下雨了？我也是服了，看那天就会报的。你真是个雨神。怎么样？问题不大。来一个视频忘了。什么？是水泥啊。